好，同声开口，支持是原状及方便构造为义，陶家为土作家，轮及泛土为胚气之身，运之则转，故以御焉。四大实体名报色，从原动作名方便，报喜方便，方便一报，二法相假，不依不异，但言报未必是方便，言方便即必具报，今以轮物欲报之，论动欲方便，其名其动以为作耳，故下引证，生即动生，对欲可解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知识是云，这个坐呢是什么意思？它就是我们要方便过道的这个意思。那陶家呢，它就是搬家。那土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胚土的这个木车，那运转呢，把这个木车运转起来转动呢，它就是来比喻这个做介体。那我们的四大直射呢，就是属于报身，就是属于身。那言动作名方面，就是说我们那个到时候会说啊，口起师说他要受戒，然后身礼拜啊，来忏悔啊，口请师，这些都是名，就是这些言的动作，就是这些称为方便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接下来就是报起方便。那报起方便呢，就是在表达，就是说我们果报色身的这个起了一个方便的一个色。那方便依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方便呢，这个色身呢依着果报，我们的果报身是依着我们过去世的过去的业报所感召的。这个呢二法相假，这个二法相假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应呢却不同的运转，就是说它两个是相呼应的，但是呢它有不同的运转，这样子。知则转不对，好，那就先到不依不异。好，这里就是说没有一定的，也没有不同的。它二法相讲，就是它相呼应然后呢却又不同，这样子在做一个运转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是里面他说那个座就是方便构造的意思，那陶家就是讲那个捏陶土的作家，那他轮就是他在陶土师呢，他就是磨那个胚土，还有那个转，之前有拉胚过完，就那个他就是在那边有个车子在动，然后用这个来做比喻为无作介体。然后后面就说这个四大直体呢，它是报色，就是指那个身的意思。然后原动作就是我们平常那个受戒，还有就是透过这个身去做身口是身礼拜口请师，这些这个动作它是让我们能够，就它是他们两个是互相能够，它那个假戒就是互相辅助的意思。然后它并不是，它不是唯一，但是又不是完全都不一样。那所以它是就像这个轮一样，是互相扶持起来。然后所以他这边就是讲到说就是这个就是做介体的它的一个特质，这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